如果你是一个很想要漂亮，然后想要维持住年轻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如果都是喜欢保养的人，基本上我们的视觉年龄都会比我们实际的年纪大概小个5岁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再比你现在的状态还要再年轻的3到5岁的话，你一定要用这一款。那我们今天这里面，我觉得它很厉害，是因为它加到3种，那个大中小分子的角蛋白，然后是真的会到底层去这样膨起来，然后最后会有一个保护膜。把它 keep 住哦。这一款呢，它加了80%的角蛋白。你们知道80%的角蛋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在医院上面里面，就是10%，他们是拿来让病人就是长新肉的。它去刺激他的肌肤的活性，然后让他的肌肤可以生长，然后以及让他可以维持他的年轻跟他的状态。所以其实很多的角蛋白，其实它是拿来让你有点像是抗皱啊，然后维持青春貌美。角蛋白就可以帮助你。让你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你的脸会蓬，对，他会为什么是鹅蛋？我觉得是好看的蓬，哎，是好看的，真的是好看的蓬，而且是紧致的蓬。像我自己就是眼周的皱纹比较多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些很像那种很小的小精灵，真的微微的刺感。哦、我知道，可是那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肌肤比较敏感的人，你知道像这样子的状态啊，你去那些专柜啊，那些老师他们都会给你讲，其实是你的肌肤的最底层底部其实是很缺营养，对，就很干枯，所以它会有那种里面，你知道你的肌肤一直在帮你抓，一直在帮你抓，把那些营养通通都补足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整个脸擦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你瞬间整个补母，对对对，就是真的照镜子很明显，蓬起来，而且是很明显。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效果是它让我的肌肤平整度变高，因为大家知道如果肌肤凹凸不平，那光打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就像我们用滤镜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滤镜就是自动变漂亮，是因为没有痕迹。对对对，就是那样，就是我的皮肤整个变得很平滑，然后它就，而且它又是有蓬度的，我看起来就觉得天哪，我还需要再上粉底液吗？妈妈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这一罐要买起来，我跟你。对天发誓，这是我目前用过最厉害的精华液。他们因为我很少找到精华液是真的可以有这种效果的，一般都是霜吧。对 对, 对，好像可能顶多就是稍微就是拉提一下。可是它是精华液，我真的就已经找很久，是要那种精华质地，然后是可以烹润的。我觉得就是真的出来。人只要那个状态好，就会感觉变瘦变年轻。对对对，就是你紧了之后提了之后，就是你那个润度是刚好，你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年轻。哎、欸，对，你知道有时候凹陷下去就会很容易有干扁，而且人感觉就命运就好像命运是好像不好或什么的，就觉得他好像有点衰，有点可怜。然后再来是啊，我自己是把它放在化妆水之后，把它当精华液来用。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它都已经这么浓了，那你这样擦上去，我乳液再擦上去，我会不会整个脸长痘？可是不会耶，我既然擦了它之后，再擦我们的疫苗爆珠，这两款其实都是适合问题肌肤。然后都是做到保湿，然后都可以让你去修护肌肤的最底层的功能。所以我这两个化妆水之后，再加上这个，再加上这个，这三个一起用，竟然完全不闷。